陈伟业议员，会主席，头先我讲咗连串嘅问题，我唔重复啦。政府可唔可以答答咧？因为即系咁多年嚟讲规划，即系引起嘅问题，未试过呢次新界东北引起咁多争议性，包括城规程序、拨款偷步，即系涉及贪到呢个官商勾结，可能涉及到贪污嘅问题。你俾佢答，当年点解定？系啦，政府啊。秘書長，我諗唔好副局長答啦。副局長好多時講，嗰時都未嚟，佢都我諗呢個副務局鄭萬儀可唔可以即係點名你答呢？因為你較為中肯啲咁多官員嚟。秘書長佢要求你答，得答唔得？唔係，我唔信佢會貪污，即係呢個係即係我最你一定唔會。咁咪俾政府答埋先。其實就主席，其實就住呢個項目，剛才發展局嘅代表整個團隊呢，其實我想都是已經盡心盡力去答，亦都是反映了哇當年曾蔭權都是這樣講啦，做好這份工你被人答許是是吧，真的你被人答的，你不滿意，你不滿意，我信你不是表示其他人可信嘛。好啊，我們要尊重人家，人家答的時候你不滿意，你就你都要給他答完。